小猪佩奇，现在开始。俺是佩奇，这是俺弟乔治，这是俺妈，这是俺爸。小猪佩奇。爸，那能啥嘞？那能啥嘞？我这就可不是嘞。那咋发出那可奇怪的声音嘞？我在吹口哨。哦，吹口哨很好玩，你也说一下。咦，我不知道咋吹。这很简单，把你手嘴嘴撅起来，然后吹劲儿。试着把你小嘴撅成个小圈圈。就像耳钉，之后你就能吹成个球球了。你做紧乜嘢啊，佩奇？我练习吹口哨嘞。哦，咁样啊？哦，妈，你会吹口哨吗？我唔知啊，我没试过。这个要练可长时间才行嘞。我可以哦。恁会吹口哨是因为恁年纪大了吗？恁会吹口哨是因为恁年纪大了吗？妈呀！多谢你啊，佩奇。哎，点啊，佩奇？哼，我不会吹口哨，那其他人都会吹。唔好难过啦，我做紧 biscuit 啊，你使唔使舐下？不能谢了妈。请问我可以给的小杨苏西打个电话吧？好啊，佩奇。你好啊，杨太太，请俾苏西同埋佩奇讲嘢啊。你好，苏西。咩？喂，我佩奇，你想点啊？我学吹口哨了。但还没学会嘞。哦，听落去好似好难咁啊。根本一点都不难。你会吹口哨吗，苏西？唔识啊。耶，那太好了。我是说，我很遗憾，恁也不会吹口哨，但也很好，因为我也不会吹。我也是吹口哨啊，话俾我听啊。你把恁的嘴给撅起来，然后给吹气。系咪咁样啊？咦，恁就能？喂，佩奇，系咪就？喂，佩奇，还没等。